的好味道，传承美味烧酒鸡。外婆研发这个烧酒鸡，以前就是路边摊。现在得到这个肯定，很感动哎。他们家的烧酒鸡严选2公斤的古早鸡，很暖很暖。这一个味道会让你终身难忘。外面的烧酒鸡酒味都非常非常的重，这个是连小朋友他都敢吃的。大味重，哦，好爽的感觉。他开店2小时，今晚十点，金科生物面膜，小明星打针班。在 YT 被限流、被黄标，我们在脸书被检举、被这样触及，我们全都遇到过。但是我们不放弃，让真相被听见、被看见。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中天新闻网 App， 这里永远不断线，请您赶快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， 因为这个 App 非常贴心，中天的新闻、直播、节目全都在里面，一次满足。